天地皆知。 先回天上大醉三天，再大战300回合。 这般法相吗？
便与他们操练操练。
不住。我就杀了。
我听见人讲说，这妖精比你有亲了。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，他敬之如父母，视之如神明。你怎么说出唯独啊？望如来方便，把松箍咒念一念，退下这个金箍，交还如来，放我还俗去吧。大肆圣旨，往外我看那贪赃枉法之官，当何罪？我小心得到那怪说有些认得我，想必不是凡间的怪，多是天上来的精。好好，大家散花。睁开你的口舌，这就摘下来给你看看。我遣众兄弟一路试你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难以忍候，直到今日，我才明白，一时明锁不住他，一道孤困不住他，以肉身之死换一年永续。但愿你不会辜负的，我心结已解，你的路才刚开始。若他能从那幅画中出来，这天命又该作何说法？我不过是个卖官。